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冷静下来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。进城之后，玉主变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吧？进城之后，玉主变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很快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。小锦，过来。师父，过是你大我师父这
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吧？变强了很多，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吧？
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吗？之后，玉主变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吗？
进去了。没有用的，就算你毁去了一个两个或是更多，只要找不到阵眼，这个阵依然不会被破掉。孟玉的事是你搞的鬼，我虽然不屑于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负，但你们几个总在面前晃，也很碍眼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就有来无回吧。师舅，追上去。大阵虽毁，但他的意识已经。那支箭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阵眼，难道是那些修行门派里的人？不像。师父，只能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刚才那个大阵吸取了这个人太多的精神力，他或许不能再从梦里醒来了，就算醒转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你的意思是师父会死？不，不能这样。你有办法救他吗？你们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玉主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梦里会不会有更糟糕的变化？我也不清楚，至少在梦域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形。勉强能维持一阵，他大概会醒过来。师父是醒了吗？回去了阳平？那他还有多少时日？我们又不是阎王爷，哪里能知道？这种人还救他做什么？生死有命吧。该回去了。乌照和刚才那个射箭的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梦域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看起来很不一般。一开始穿黑衣服的那位，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贵人？